们今天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先去马来西亚，然后之后再去澳洲博斯。我们要去看澳洲最小袋鼠——短尾袋鼠，英文叫什么 ？Quokka。它是面本身有调味。这是我们第一天住在马来西亚的地方，其实我们两天都住在这啦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弧形的对外窗。第一餐来吃这个，然后老板说 O 是 no milk，C 是有 milk， 然后后面也是一些饮料，几糖，而且这看起来超苦的。我第一次用汤匙喝咖啡，你喝喝看，喝吗？哦，好甜哦，这完全不甜，欢迎大家来点 Day C， 这是传统烤面包， okay. 里面就是加奶油，哦，它超烫。哇，这个我特别交代过，要刮一刮。经典吃法就是加胡椒跟酱油。然后搅一搅，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很甜啊，酱油、胡椒盐。酱油很甜，很甜，吃起来就是很温润的一颗甜蛋黄。这算是什么宗教的？印度教。印度教。市场里面搭的擦脚。超甜的，先加个麻酱。哎、欸，这青椒很甜吗？这是王美咖啡，超多人在排队。听说两点以后就会很热，所以两点之后会去室内，可能一个 mall 之类的。现在吃酸菜鱼，然后这边有可以泡这个陈皮加洛神，富充电线，富充电线超扯。哦，下载双子星。它塔里面是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百货公司外面是一个公园，然后还有一个喷水池，大家就很惬意的会在这边运动。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三天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11点多就要去澳洲，我们应该7点多就会去机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也只有一个下午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我们第二天吃的是法式吐司，这个里面貌似是草莓酱。欢迎来到台湾。再来就是法式吐司，它上面蛋是脆脆的，然后这种蜂蜜，台湾的蛋不会这么成型吧？半生熟蛋等5分钟，好吃吗？很好吃哎，有些店家的那半生熟蛋，它是直接放在一个锅子，然后直接拿出来给你，然后就直接对敲给你，这一馒头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当鬼屋。先去逛百货，因为太热，太热，太热舒。等 Grab， 交通还是蛮塞的。现在没什么好逛，所以我们就来吃下午茶，喝个饮料，休息一下。传说中很厉害的夏威夷，因为真的太热，店家还有刚排队的民众不散，超多人在排。
大家太无聊。因为我们搭错了，走错 building，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那一栋。然后我们还搭接驳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回去。高露洁国宝茶。